祝飘柔免洗公益挚友 Into One 周柯宇，欢迎。你好，你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Hello。好，您请坐。嗯。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周柯宇。啊，欢迎来到我们的飘柔海岛。嗯，好久不见，粉丝朋友们非常非常想你。那为了欢迎柯宇的到来呢，我们先来发一波红波雨，红包雨，好吧，红波雨。我们先来发一包红波雨，然后呢，红波雨现在就降下来了，三二一，红包雨降下，赶紧抢红包，看谁抢到的最多。今天上午你知道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线下的活动和大家见面了，对，然后上热搜了。哦，是吗？对，然后我有看，然后我看热搜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就记下来了。他说，因为夸的人太多了，有人说，周柯宇的腿是真实的存在吗？大长腿，九头身，太平洋宽肩，这是人类吗？然后有人说，我全程在大喊救命。然后有人说，周柯宇的腿屏幕都放不下了，被他装满了我的心。然后还有一个称呼叫人间古王周柯宇。啊，就听到粉丝这么说，你什么样的感觉？想笑，但是他们说的是实话哎，就是我刚才柯宇进场的时候，我故意弯着腰，我不敢跟他站在一个平面上，因为他的腿好像到我这儿吧，没有，到这个位置没有。所以那先跟你聊一下啊，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些成团后的趣事可以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分享一下？最近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开心？被大家夸到了是吗？不知道，反正最近在忙舞台，对，最近就是，前两天舞台比较就是任务比较重嘛，是。然后我们经常就是整个团要进行排练，然后排练，然后前两天就有各种彩排啊，大家一起磨合， 然后就在练习，就是 for 舞台的东西多一点。是。前段时间，对对对。嗯，辛苦辛苦辛苦，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就是因为我知道唱跳它是一个非常费力的那个运动，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柯宇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给我们展现出不一样的他，而且我很期待当他展现舞台的时候，大家又会用什么样的新词儿？因为我觉得好像词儿已经用完了。反正我想了一下，我词穷，所以我才去那个微博上搜了一下大家的评论。好了，那聊完工作之后呢，就是你刚说了说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和大家见面嘛？对，那。人常说要劳逸结合，除了舞台训练之外，现在出通告工作之外，你平时夏天会喜欢去哪里放松旅游吗？夏天的话会比较喜欢去就是海岛风多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海花岛。你今天穿这个很好看。哦，是吗？嗯，很帅。还可以，谢谢谢谢谢谢。对，然后又体现出他那个腿装不下我们整个屏幕，然后一会儿正好有他站起来的环节，我希望我们的屏幕可以把它竖起来，可以拍到。那我们刚刚了解到柯宇平时行程都比较满，我们今天也将直播间打造了一个夏日海岛的感觉，给柯宇和粉丝朋友们满满的夏天度假的一个感觉，与你一起夏天一起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抽奖福利哦，当直播间观看人数达到，现在已经达到650万的时候，我们将抽取两名粉丝，分别送出 Into One 周柯宇签名照一张。当直播间人数达到750万和850万的时候，分别抽取三名粉丝送出 Into One 周柯宇的签名盲盒，盲盒中有可能是签名产品、签名衣服和签名的帆布袋。你刚刚还挖了一下，我跟你说，我们本来是零人，你进来之后500多万瞬间，对，好厉害。谢谢。同时在今晚的直播当中，每购买我们购物袋最上方三款的飘柔免洗护发素、飘柔无硅油系列、飘柔甜美花样香氛当中任意一款，就能积攒一滴省水值。其中购买免洗护发素所积累的省水值积攒满，就爱周柯宇12517就会点亮上海大屏。另外购买三款飘柔共产品共同积累的省水值积攒满22517就可以点亮北京的一大屏，所以大家可以点亮起来。那我看到粉丝们看到你来到直播间都很开心很热情，不如这样吧，我先行使导游的特权，给我们的粉丝开启第一波惊喜福利，可以吗？好呀。好，我自己和粉丝一样一直有关注的柯宇，然后最近看柯宇拍了好多时尚大片啊，我翻了你好多之前的，然后无论是你就是我记得有一张在海上的是在那个网上这样躺着拍的啊，我记得记得，就是很随意拍的，都好像是在杂志上面会看到的照片一样，哎，就是时尚表现力很强，这是一个天生的东西，真的，你看为什么就是对吧？就是时尚表现力是天生的。然后我们导演说要对柯宇说这句话，因为导演是柯宇的粉丝。导演说要对柯宇说，他的镜头感是绝子。谢谢。然后我们开启第一个惊喜福利，就是海岛盲盒4连拍。想看我们柯宇4连拍的粉丝扣个一一一，
让我们看一下。咦，他们那边有延迟，对吧？对，是有延迟。嗯，你好善良，还是帮我解释一下。好，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比较火的四宫格的大头贴，就是我们会给你准备那个四个礼盒，然后里面会有道具，拿到道具以后呢，会有10秒的时间进行摆 pose 拍照，然后其实是让大家截屏的嘛，然后完成以后再抽取下一个盲盒道具来拍照 ，OK 吗 ？OK。但是我觉得你很好，你不是玩四宫格，你好多都发了9宫格。哦，对对对，最近那个发照片发的比较多，有一个特别有艺术感，就中间那个是清楚的，其他旁边都是那种虚幻的晃一晃而过那种。啊，是后面有一个花墙那个是吗？对，嗯，就是反正每一张照片都很好看。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盲盒了，这个好吗？你来抽。好，我假装是你抽了一下，你抽一下。你告诉我那个，那我真的抽啊。啊，最那边的那个吧。啊，最这边的这个。就最靠那边的那个。好，那你真的抽，我们先拿这个，你自己打开。哦、OK。你对盲盒有期待吗？天使贼。我没怎么玩过盲盒。哦，哎，今天正好就是盲盒，指的就是里面没有，就是外面你看不到里面什么东西，然后你打开发现是一个惊喜的东西。抽奖那种吗？对。嗯。来，这是我的盲盒，第一个盲盒。对，然后第一个盲盒里面装的是一棵迷你椰子树和飘柔芦荟水润免洗护发素。然后呢，你看一下怎么去拍。假如说现在在海花岛上，微风吹过，然后你躺在沙滩上，旁边都是椰子树，然后呢，手上是飘柔的免洗护发素，因为它可以省水嘛。然后你觉得、哇，省水，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就很惬意。在沙滩上躺着，又觉得又为地球做了贡献，为人类做了贡献。然后同时呢，又觉得。拍出来的照片粉丝肯定很喜欢那样的感觉。嗯，这个导演是不是设定有点太多？没有没有，好，那就拿着这两个东西拍是吧？好 ，OK， 四连拍啊，就每一个道具拍一次，其实我倒数十个数、哦啊、明白，好、okay、我们在旁边倒数来给他配乐好了。10、9、8、7、6、5、4、3、2、1开始。海风你轻轻的吹，没有，我倒计时来10、9、8、7、6、5、4、3、2、1，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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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哎，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艺人，他刚才是这样的，我就模仿，可能模仿比较丑，就是因为毕竟就可以长那么帅，然后他本来在笑，害羞在笑，然后突然我开始倒计时，他。就是那个镜头感，绝绝子！来下一个，这是第一个盲盒，下一个盲盒你要抽第几个？下一个盲盒抽就按顺序来吧，反正四个都是要抽到的嘛。哎、这个，正好你前两天晒了一个那个微博，里面有打篮球的部分，在这里面有球。哦，哎，还有一个，哎，昨天国足很厉害啊、哦，有足球，有篮球，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飘柔净油顺爽洗发水。我给你举这个，你是要一个拿这个还是拿两个拿球？你自己选。我一个拿球，一个拿这个吧。好，你足球和篮球，你平时玩的比较多是？都拿吧。啊，你看，就是手大的人的一个优点，手很长。足球和篮球平时玩的都不多。嗯。对，然后可能之前会，其实。也打过篮球，但是就反正尝试过，然后就发现自己不是很适合。嗯，对。但你的身高打篮球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他继续倒计时，我来那个伴奏好不好？不唱歌了。嗯，行、哦、行，好呀。好，现在就可以化身成那个运动员了。好，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奥运会的现场。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篮球运动员周柯宇，现在手上拿了一个篮球，同时呢是我们。足球的实力干将，然后他手上拿了两个球，你倒数吧，我帮你拿一个，没 ，OK， 好，五、四、三、二、一，可以给我们一点那个很帅气的学长的感觉，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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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哎，你的帅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就一个眼神就很帅，为什么呢？不，没有啊，就是正常拍照嘛，可能就是天生就是这样吧，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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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想饭吃，反正就是。来第三个盲盒，刚是和球相关。第三个盲盒那是这个了，这里面特别可爱，也是我们的那个飘柔人参滋养免洗护发素。然后对，让你拿盲盒，我怎么开始？我给你没事，没关系。好，哦，一个小伞，是一个伞。对，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其实也可以
告诉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出去注意防晒嘛。啊，明白。然后要拿伞怎么拍呢？你可以想一想。打伞。你会怎么想？好，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OK。科宇心里有一个疑问，说你们直播间的人是不是这耳朵不太对？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特别好玩哦，花圈。哦花圈，它是花环啊、哦，花环，花环，花环，对，花环。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如果有一天你去海边，你会买这个来戴吗？不会。然后还有一瓶就是非常香的飘柔香氛洗发水，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放一首歌，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来，准备好了吗？好。好，来，十、九、八，萨瓦迪卡，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咔嚓咔嚓咔嚓，好，这戴着还蛮热的。嗯，我以为你说戴着还挺好看，我本来下一句准备写，那你就一直戴着吧。我感觉你能 hold 得住这个风格，因为这个花环给人感觉很浮夸，但是你戴上去又很单纯的样子，就是没有那么的浮夸。哦，对，主要是，一个很有艺术天分的艺人，他平时拍照就会把道具都融入到他的那个拍照的过程当中嘛。就像柯宇刚刚展示的一样，无论我们出了多难的命题，出了一个那么花里胡哨的花环，他都可以拍得那么的好看。所以，嗯，戴上很好看，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啦。然后怎么样好好好好啦，所以大家多多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点赞数达到就是650万就可以开启接下来的福利了。所以我们下一个惊喜福利是什么，可以暗示一下吗？嗯，那就等到了再告诉你们吧。好的，柯宇说等到了之后再告诉大家。嗯，不得不说柯宇的镜头感真的很强，短短时间内呢就可以拍出这么有质感的夏日大片，无论什么造型都可以轻松 carry。 我想请教一下，你面对镜头有什么上镜的秘籍吗？因为我看你的很多个舞台就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就私下里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笑，或者说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就像一个在接受导师训练的学生的那个样子。但是到舞台上我可能学的比较难看，就是反正那个瞬间能抓住镜头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很难，我试过，所以我放弃了，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其实我一开始也很害怕，就是面对镜头，是对，就是会比如说像这种场面，很多台摄像机对着我，我也会就是腿发抖，就会紧张嘛。然后我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站到镜前，但是。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就是所谓的与生俱来或者是怎么样，有人天生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很多东西都是就比如说你面对它时间长了之后，你慢慢会习惯，然后你也会适应，然后你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去面对这种东西。对对，就肯定嘛，比如说像你直播一样，也是一样的道理，一开始的话肯定大家也都会紧张，然后但是后面也就慢慢会更加上手。是，对，因为本来今天得知要跟好早之前得知要跟柯宇合作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整个人很帅，然后呢粉丝又很多，同时大家都在夸他，我说哇和一个大帅哥合作肯定有压力。但是刚才提前我们要去对一遍过一遍今天流程的时候，我进到房间我发现他非常 nice， 他人真的很善良很客气，所以瞬间就让我卸下了心防。谢谢，跟你合作我特别开心。我也是。但是夏天还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说到你面对镜头，我总结一下就是慢慢就会学会如何去面对镜头，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一直支持你的粉丝和观众。对，可是你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感受不到。我和其他人一样有一个问题，夏天经常会头发很油啊，对，然后我的头发就会油腻。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在出很多汗之后。真的吗？我不信。会的，真的会。然后如果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呢，如果担心夏天头发会塌会油是会怎么样的话，大家就可以试一下飘柔的这一款无硅油的洗发水。对，这是我们飘柔净油顺爽洗发水。
为什么要试这个呢？因为它是一款清洁能力非常强的洗发水，就是首先它无硅油，当然大家听到无硅油的话可能会觉得没有硅油洗完头发会干燥，对，可能会觉得头皮会干或者怎么样不舒服或者怎么样，对，但是这款就完全不会，因为它里面甚至有卸妆能力，所以像我们这种比如说平时喷点发胶或者怎么样洗的时候就会洗得很干净，而且最后头皮发根也都会就是很干净很蓬松，不会很就不会难受之类的，对，是我刚才你在展示咱乌龟油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关注点反而是哎你手怎么那么长啊，哦就是他的手真的很细长，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看到那么一个场景，就是如果你忙得过来的话去演某一些角色，然后比如说弹钢琴的角色弹或者是什么有手部特写的绝对我可以说满足我们粉丝的一个心愿，难怪我看你微博发的一些生活照就算没有特意做过造型头发看上去都感觉砰砰的，有一张是坐在车上有一个车窗然后应该是工作人员帮你拍的那个侧脸，对，然后我一度想把它 copy 下来当我的微信头像我觉得那张特别有少年感很夏日清爽，所以是用了这款飘柔的净油顺爽无硅油洗发水，对对，就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秘诀之类的，就是用洗发水洗完头然后一吹出门就 OK 了，所以用对产品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像颗粒一样变得清爽，那下面还是要让你用你那个你应该给你手让工作人员帮你买个保险要保护一下，让你这个即将买保险的手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我来给大家介绍这款它好在哪里，好，为什么可以清爽呢，为什么可以让柯宇头发这么清爽，是因为这款净油顺爽无硅油洗发水，一深层清洁温和呵护，含微米洁净分子能够深层洁净头油的未洗走，每一次用后呢感觉头皮透气呼吸特别的清爽，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黑科技呢，这款是像柯宇说过是卸妆级别的洗发水，清洁力很厉害，而且是无硅油的成分，然后 pH 值呢跟我们的那个皮肤一样温和的小孩子也能用，所以我们接下来展示一下这款它的那个卸妆能力好不好，我要把一个口红抹在我的手背上，这口红抹在我的手背上，然后你帮我去挤一点点它，好 OK 真的要打开这个吗，用这个 OK 你帮我挤一下，好来我给大家看这是什么卸妆巾，卸妆巾，然后抹在我的手上然后现在老师手上有口红，不是我跟你说他不单单是手很长的胳膊伸出挡道了来现在我手上有口红，然后为了证明咱们无硅油的洗发水它是可以有卸妆功效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头油的时候可以把你头发油去得很干净，我们来擦一下，给来谢谢，看啊就这样轻轻擦一下没了，所以它的清洁效果很棒，真不愧是卸妆级别的洗发水，赞，有没有很赞赞，你每次用完之后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会很干净，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吧，我们平时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尤其是舞台的时候是有时候要改造型，就比如说你做完了第一个发型然后你已经定完型所有东西都走完一遍，然后你上一次台出了很多汗之后回来你要换一个发型，是它就要在原基础上又就更多产品一直往你头上堆堆堆堆堆，那最后就是结束那天晚上结束之后回到酒店就头就很痒，对，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本身都已经很高了然后再往上堆你不会更高，不我说堆就是产品就是发胶喷发胶不是那个头发会这样，不会就然后回去之后就是要洗头，拿一般的洗发水洗很多遍都会痒，就还是会痒，很难洗干净，但我用过这个用一次之后基本上就直接就会洗得很干净，是就也感觉不需要再洗，所以其实也帮助柯宇给工作人员省事儿了，因为毕竟喷很多遍造型就是为了在舞台上呈现一个大家最爱的然后最不一样的 Into One 周柯宇嘛，所以用了它之后呢就可以让柯宇回到住的地方可以把头发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它还有很厉害一点是它有环球甄选天然精粹抗氧化的白茶成分，结合柠檬草的清爽之力搭配严格萃取的睡莲精华滋润发丝抚平毛躁，一洗净爽顺滑，让你挑战三天不洗头都可以照样清爽没油愁，
我跟你们说，你们在刷弹幕的时候，柯宇然后一会儿会不时的去看你们的弹幕哦。这个也是和粉丝一个就是远程交流的一种方式。然后你可不可以帮助大家去确认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去确认那个。哦，我想看你这样，因为毕竟颜值优越，你开瓶子打开闻的方式肯定和我们正常人不一样。那能有什么不一样呢？好，来 ，Into One 周柯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王子文洗发水。没有，我不开玩笑。来，真的很香。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双单纯的大眼睛？搞了，漏了一点出来。没关系，没关系，这边有纸，这边有纸，这就是给我们用来玩的。好闻吧？好闻，好闻。什么样的味道？就是有，它是那种不是很特别重的那种香味，是。然后有一点淡淡的，有一点那种。就是有回味，我刚闻完之后，现在拿开了，我还能，就是感受到那个香味。我想到以后你在线下的时候，可能个子高，所有的粉丝都垫着脚，然后先闻一下你的头发是什么味，大家去送的时候，这样闻一下，很好闻，很好闻，很清新，嗯，对。柯宇说了很好闻很清新的一种淡香，所以你用了之后也会像柯宇一样头发上充满一个淡淡的香味。那这款飘柔净油顺爽300毫升加300毫升就在购物车的69号链接，然后今天柯宇来了，我们也给到超优惠的价格，优惠价2套5折，就是第二套0元免费送，而且今天下单的话呢，买就送2只小样，也就是说79元到手4瓶正装和4个小样，要盖的可以同款清爽的感觉呢，就要入手这一款啦。那购买在今晚的直播当中，购物袋最上方3款飘柔免洗护，然后飘柔无硅油，还有飘柔香氛中任意一款就能积攒一滴省水值。购买飘柔免洗护发素所积累的省水值积攒满12517就可以点亮南京东路第一百货的大屏，然后购买3款飘柔产品共同积累的省水值积攒满22517就可以点亮北京君泰百货的大屏，然后让柯宇和飘柔在北京和上海比较热闹的地方出现吗？好，那刚才我说到我们的那个观看量到达一定的数值呢，就要给大家送上我们的礼物了，现在已经达到了耶、yeah! 所以要给大家解锁第一份礼物，我们的这份礼物呢就是Into One 周柯宇的签名两张签名照，然后稍后的抽奖呢会送上签名盲盒，你要现场签好不好？好、哦、真的又是一种感觉，很帅，就是你的眼神怎么变得这么快？很正常，其实天生的嘛，我刚说的。不是，就是他可以现在是很可爱很活泼然后很阳光的一个大男孩，然后你让他拍照面对镜头瞬间就是很酷的一个男生，就好像是你在学校会骑着自行车看打篮球的那个学长一样，这个形容可以吧？可以，挺好的。来，那盲盒里面呢有 T 恤，然后有那个帆布袋，然后还有签名照片，还有我们的那个免洗护发素，所以都请你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然后签字笔在哪里？对，哦，在这边。来，帮我们签上名字好不好？好。大家说。你说错了，柯宇在我们心目当中是学弟，我们要去照顾他。粉丝比我更会。来，签了名，这个也签，对，签在白色的位置吧。好，我好想垫个桌子，让他签名的过程大家可以录屏录下来。你字蛮潇洒的，嗯，感觉写的很流畅，很好。这个，嗯，没事可以展示一下。你看看，在这里。在这里，哇，谁拿到这份太幸运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免洗的护发素，护发素，对，要在上面签一下。他手修长到一只手护发素整个包起来，哇，签好了。那么这一轮呢，我们即将送上的是两位粉丝分别送出 Into One 周柯宇的签名照一张，送出2张，所以我们大家要刷口令哦，口令就是与你相约，这个与是柯宇的宇 Into One 周柯宇的宇，与你相约，刷起来刷起来刷起来。我一直觉得我这个屏幕那个给我换一个截屏吧，因为我这个那个什么特别慢，现在还在我们俩刚刚在接收产品的时候。来，准备好了吗？与你相约，与你相约，你来倒数，我来截屏。好，5 4 3 2 1，哎，这是
什么东西？哎，有截到吗？哦，对不起，不好意思，刚没截到，再来。这个是吗？再加上这个，好，来，来，五四三二一，好。哎，这是要我来，你来，你来。不是因为，因为这个，我不是我吐槽，他已经离开我生活很久了。是不是他离开你生活很久了？这个手机。啊，用我的截吧，我的现在出来了。好像不是这样截的。对，这个会比较好截，是这样的。来，三二一，嘿，两位。第一位呢叫做，爱吃榴莲的仔仔。第二位叫Duck D 很多 U C K。D 一二三 D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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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K。嗯，他五个 U 都是代表了他爱你。Love you 柯宇 ，yo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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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恭喜这两位，恭喜获得了柯宇的亲笔签名照片，恭喜你！好，那我们再聊回最近夏天了嘛，就收到很多的那个粉丝的夏日困扰，在给大家解决麻烦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又在柯宇大驾光临直播间的时候为大家谋取另一个福利，下红包雨，三二一，抢红包！有没有过年的感觉？有，好多红包，耶！所以提到夏天嘛，收到了很多粉丝的夏日困扰。然后我们这儿现在有两个信封，然后信封是粉丝为我们写的信。第一个信封我来念，第二个信封你来念，好不好？好，因为我 get 到你的声音很好听，我先来念，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字还蛮好的。在夏天想要精致出门，但是在洗头的时候一直很犹豫要不要用护发素，因为浴室太热了，每一次洗澡呢都像在蒸桑拿，洗完恨不得赶紧逃出浴室，但是不用护发素的话头发就很容易炸毛，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头炸毛狮子，有没有什么轻松变美的好方法呀？应该是一个女粉儿。然后呢接下来啊，我们要让 Into One 周柯宇化身为电台主持人，跟我们读一下下一位听众的来信，有请柯宇。我想要上班的时候也能精致好看，但是每天都很忙，完全没有时间来打理自己的头发。本来想好第二天早起收拾收拾自己，但是又想多睡一会儿，有没有什么轻松变美的好方法呀？哇，你这个听了让人直接想说岁月好美好，有什么轻松变美的好方法？那个嗓音天生的还不承认，就是天生的厨师也少饭吃。今天工作真的让我一直在感觉到柯宇他多么完美的一个人。读完两封粉丝的来信，大家都是在夏日如何轻松变美这件事情上有困扰，那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大家解决这个夏日变美困扰？这次你们真的是问对人了。我最近呢 get 了一款超级方便超级好用轻松变美的好物，那就是飘柔的免洗护发素。哇，噔噔噔噔，然后呢？这个是怎么样？这款护发素，我现在用起来真的是轻车熟路，就是很方便。这是我对这个，就是我自己对这个产品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很方便。为什么呢？因为像今天在见面会的时候我也说了，平时大家去护发的时候，尤其在洗澡的时候，如果你要边冲澡边去护发，那可能洗完之后。你再打一遍护发素，再把护发素冲掉，很容易又沾到身上护发素，因为护发素没有那么容易去溶解嘛，像洗发水。对呀、啊，怎么办呢？所以身上就最后也都是护发素，油油的，也擦不干净。这个画面感好强，粉丝可能会在想是你。然后这个就是它不用在你洗澡的时候去护发，你正常洗澡洗头发怎么怎么样 ，OK， 然后出来之后把头发擦干，然后把这个抹上去。也不用再洗一遍了，直接吹干就好，就是挤两下。看到了没，帅哥用护发素赶紧录屏，然后用完之后拿吹风机吹就好了。是，然后又香又起到了护发的作用，又会变得很蓬松，就可以直接出门很方便。对，咱们飘柔的各款产品其实都非常省水，比如说这款护发素它的省水值是580，然后哎，对，这是我们的那个省水值，我也没说它省水的数值。现在呢，我们目前积累到免洗护发素的省水值是580，很好的一个数字。然后因为马上618了嘛，香氛加免洗加净油顺爽洗发水护发素省水值是3086，所以已经解锁一个了，对不对？有没有？哦，对对，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然后呢，我们各位粉丝一定要多多加油。刚才柯宇说这次问对人了，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你说用起来轻车熟路，文化涵养。
棒棒棒。来，我们接下来往下。谢谢。读完了两封粉丝的来信过后呢，第一位粉丝不用再担心，就是夏天出门的时候会感觉到在头发要在浴室蒸桑拿了。然后第二位粉丝也可以剩下很多的时间多睡一会儿美容觉，大家在夏天呢也可以轻松变美，时刻保持精致。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一定要冲我们的省水池。然后你刚刚说你平时在用这一款吗？是造型老师推荐你的还是怎么样？他有推荐你用吗？嗯，造型老师其实平时不会太管我们护发。就是他们更多是负责造型。是，哎，他会管你们什么？他们就是可能去造型之前会就是告诫我们洗个头再去。对，毕竟因为早晨一般起来头发会很乱。因为你发质很好，你要是换成别人的发质，老师肯定说，哎呀，你该护发了。换成柯宇啊，他来了啊，洗了头就可以了。对，但有时候去其实早晨起来还是沾一沾水啊，然后用一次这个护发素就可以直接去做头发，会很方便。对 ，OK。所以这两个粉丝，你们的麻烦和问题呢，柯宇现在已经帮你们解决了。那刚才呢，我们第一条粉丝说他会蒸桑拿，第二条说出门之后呢会感觉头发很难受，那就可以用它，用我们的免洗护发素。刚才柯宇给我们推荐的就是轻松变美的好物飘柔免洗护发素，在购物车的71号链接。它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一是延展性好，不黏腻。哎，可以化身那样的展示方式吗？就是哇，你现在是我们的那个挚友。哎，好，一是延展性好，不黏腻。小分子珠珠结构是飘柔首创的黑科技，不用洗的黑科技，它实现了分子结构的革新。比如说请看这个，我来给你看一下，做实验了。首先传统护发素是大分子的片状结构，是覆盖在发丝表面起作用的，所以需要冲洗，不然会粘在一起，让你的头发。飘柔这一款免洗护发素将传统冲洗型护发素的大分子片状结构升级为小分子珠珠结构，分子更小，瞬间吸收，产品质地呈现乳液状，更轻薄，不黏腻，免冲洗。第二是只需要在用完洗发水洗头之后擦到半干，在湿发上涂抹适量的产品再吹干就可以搞定了。它对比冲洗型的护发素真是轻松易洗，好容易护发，省时又省力。然后它的步骤是一擦二抹三吹干，头发顺滑超简单。这款护发素可以自己也有在用哦，真的好用，真的好用，嗯，真的超级超级好用。而且请大家多多积累我们的省水值，这个省水值怎么去积累呢？购买在今晚直播当中购物袋最上方三款飘柔免洗护发素、飘柔无硅鱼油、微米净透，还有就是飘柔甜美花样香氛当中任意一款，就能积累一滴省水值。购买飘柔免洗护发素所积累的省水值积攒满12517，就可以点亮上海南京东路第一百货的大屏，然后在上面会有柯宇和飘柔，然后购买三款飘柔产品共同积累的省水值积攒满22517，就可以点亮北京君泰百货的大屏。这两个地方都是人流量特别大，可以把我们都很喜欢的柯宇介绍给所有人。嗯，之前我有搜集到一些粉丝对飘柔这款免洗护发素有些疑问，你可以帮我把这些粉丝的疑惑念出来吗？用你充满磁性的声音。好，第一个问题，这款护发素不洗真的可以吗？第二个问题，夏天用会不会黏腻腻的？第三个问题，儿童孕妈可以用吗？第四个问题，短头发一次用多少呀？师妹老师有没有说过你说话共鸣很强？短头发了，还好，声音很好听。所以粉丝刚刚问了这些问题要给大家解答了。飘柔这款免洗护发素呢，将传统冲洗型护发素的大分子片状结构升级为小分子珠珠结构，分子更小，瞬间吸收，产品质地呈现乳液状，更轻薄，所以真的可以不用洗，而且超级温和，小孩和孕妈都可以放心用哦。大家对于飘柔免洗护发素还有什么问题呢？我和柯宇今天就要来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刚刚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那四个问题上面完美的概括了其实你的粉丝的年龄层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对，有以你为榜样，然后一直就是希望像你一样优秀的，可能正在读书或者怎么样的人，然后也有就是你看有的小孩的妈妈，然后她现在可能有自己的家庭，然后看到你就觉得，你想啊，每一天比如说生活都很累的时候，打开微博看到你的脸，可能她就会很开心，很有元气。嗯嗯，这就是你的意义。谢谢。而且这一款超级轻薄，使用起来超方便的轻松变美好物，就在我们购物车的71号链接。我看到直播间粉丝有问到说，这款免洗有人参滋养和芦荟水润，不知道怎么选。那我来给各位粉丝介绍介绍，选
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头发比较干枯毛躁的粉丝，然后推荐使用人参滋养免洗护发素，里面蕴含人参精华，可以滋养干枯分叉打结的发丝。你喜欢人参吗？嗯，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人参。对。因为人参精华它可以滋养我们的头发嘛，就是比如说你平时会做造型，对不对？对对对，就总是感觉因为用完这个有人参精华在的护发素之后，确实是会感觉到发质会比平时好很多。对，虽然它是一次一次就慢慢，我的感受是一点一点在变好，但是基本上我用了几次下来之后，就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头发比以前更容易，一个是梳开，一个是顺了。对，因为我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出汗也喜欢这个样子。是。然后就以前的话就会有时候就是一弄就卡一下，卡一下。是。对，但用完之后就确实是会很顺。哇，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柯宇早上洗完头之后这样一撩头发，那个帅感。不过你这样分享也蛮好的，就是把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使用的感受分享给我们。但是如果是头发比较毛躁暗哑的粉丝，我就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芦荟水润免洗护发素，里面还有芦荟精华，可以给头发补充水分，让头发水润 bling bling 发光。芦荟，对，有了解过芦荟吗？有，说到芦荟我就想到就是以前就尤其是之前在剧组拍戏的时候，就是会有一段时间晒得很严重，然后皮肤也有晒伤。是。对，然后当时就是会有人说用芦荟胶嘛，当时就说用芦荟之类的，就会用，尤其是皮肤干燥或者是晒到的时候就会用芦荟。对。然后这个就是涂在身上或者是怎么样，就感觉会有一点冰冰凉凉的，瞬间就感觉被修护了。但是我觉得你要晒伤也是时髦的，可以叫晒伤妆。所以柯宇刚刚把我们的人参精华的这一瓶和芦荟精华的这一瓶都推荐给大家了。这两款护发素它有不同的功效，所以直播间里面的粉丝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人参滋养呢可以搭配香氛洗发水一起使用，比较适合中性干性发质。芦荟呢水润亮泽免洗护发素就比较清爽，可以搭配净油顺爽无硅油洗发水使用，比较适合中性偏油性发质的小伙伴们。然后呢，左下方购物袋的前三个链接就是我们今天积攒滴水值的产品了，大家可以积攒滴水值，在上海和北京两个人流量非常大的地方，为柯宇和我们的飘柔去解锁一下，然后解锁一周的大屏视频。然后71号宝贝飘柔免洗护发素180毫升两瓶，它今天福利是领券减20，到手价59.8元，限量赠送一套周柯宇的明信片，而且本次买免洗套装就是机会收到和过往不一样的第二套明信片。之前不是大家有买收到一份明信片吗？今天可以收到和过往第二套不一样的明信片哦。然后我们刚刚的粉丝呢，哇，现在好快，然后观看量已经达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数量，所以我们要抽取出三名粉丝送出 Into One 周柯宇的签名盲盒，盲盒当中有可能是签名产品、签名衣服和签名帆布袋。我们的口令是夏日一起来，意是公益的意，因为柯宇一直在做公益嘛，意是公益的意，夏日一起来刷屏刷屏刷屏。你看我手机是不是延时很严重？现在不过我们可以静静欣赏一下帅哥的那个他现在在描述他刚才在家里洗头的一个感觉。有了有了有了，夏日一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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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来倒计时，我来接片好不好？3、2、1，哎 ，OK。前三名分别是，第一个是 QC Jerry， 然后第二个是俊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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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阳，第三个是 ANITAORANAGE1， 就是什么什么套 Orange One 啊，恭喜你，恭喜。来拍一下，然后呢，请和我们工作人员联系。OK， 既然送了礼物，现在呢，我们的点赞数也已经达到我们的目标了，那就要点亮第二个惊喜福利了。我看到你所有微博里面最有趣的一个是那个花手的视频。我当时第一次觉得一个人腿这么长，然后摇花手还可以摇得这么顺，就是感觉肢体超级协调。可不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展示一下？摇花手吗？耶、yeah!！坐着摇，你都可以，但是就这样正常给大家摇一下。好，正常给大家摇一下。来，柯宇为我们摇花手了，请大家做好录屏的准备。我站起来吧。没事，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站起来，我反正就弯着腰，这样就没有那么大的对比。OK， 好，是这样的。看到这个腿了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摇花手的精髓，其实在于胯，不是在于手。
不要把，对，不可以把重心和注意力放在手上。要放在哪里？胯。胯怎么放重心？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摇花手，它其实是一种律动。律动。是的，律动，它很考验你肢体的律动和协调。是。对吧？那律动的时候怎么做呢？怎么做？怎么样把花手变得丝滑？花手变丝滑。就第一，首先。右左右左，你腰很灵活，你要先找到这个律动，是对吧？然后呢，正常的花手从比如说它的点在于你的手要和你的胯是反方向的，比如说我的胯在右边，你的手要从左边开始，对不对？是的。对啊，对。然后慢慢的呢，你就把手摇起来，然后如果有音乐的话，你可以跟着音乐的律动去走，然后你会变得很就沉浸，你也会享受，这个时候可以低下头，还有钻石，把哦，那我给你配乐哈，1、2、3，走，啪不起啪，是这个音乐吗？不是，这个也可以了，就各种音乐，其实很多风格的音乐都可以。对，对，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豁得出去，给大家送上这个福利，因为我已经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会被某一些居心不良的粉丝剪成鬼畜视频，就是关于摇花手。我凭良心说，你知道人和人之间最大的打击是什么？就是当你身边的一个男生站起来的时候，他把腿叉那么开，你还是没有他高，腿还是没有他长。没有没有，我今天这个鞋还是比较高。你不用谦虚，就是腿长比例好。所以谢谢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摇花手的一个表演。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有很多有趣的环节，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请记住一定要点击左下方购物袋，前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积攒我们的水值，同时可以充满了三个产品了。然后如果积累到一定量的话呢，就可以解锁上海和北京超大的屏幕，是可以和飘柔一起出现的画面哦。好，刚刚我们说完飘柔免洗护发素不仅可以帮你轻松变美，其实它还是我们飘柔公益事业的大功臣，因为用我们的免洗护发素，护发的时候不用冲洗，就可以省下14升的水。嗯，你知道14升的热水大概是多少量吗？我给你展示一下。哎，导演递给我的是好用力，这个是4升。哇！然后呢，14升就是2对儿，可以让你举一下吗？哦，可以啊，可以啊。哇，何宇在我们直播间展现男友力了，来，好开心，会不会上热搜？1、2、3。好 man 哦！哇，还是蛮多的，真的。我今天会不会被大家喷啊？其实我是想让可以多展示一些自己不同的面，然后我们粉丝可以截屏或者是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它可以省很多的水。但是我们都知道你是咱们飘柔免洗公益挚友，所以一直在号召大家投入到公益事业里。公益这两个字是相当有分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就比如说你说柯宇，他可以把自己身上的正能量通过公益分享的方式带给所有喜欢他以及正在认识他的朋友，让那些人可以和他一样变得每一天阳光正能量积极。那你对于公益，对于飘柔的理解又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我觉得今天包括早一些的时候在看那个飘柔的公益片也是就当我看到那个公益片的时候我还蛮震撼的，就是真的看到很多边远地区的孩子们没有条件去用热水洗头洗澡，就觉得心里面就当时就会很有感触。然后在我当时就得知我如果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可以帮助他们能够在边远地区获得条件去洗热水的澡啊洗头啊，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实现这个的话，我会就我在那个片子里面看到他们得知自己有浴室可以洗澡的时候有多开心。尤其是像他们就是年纪比较小，那种开心是没有办法掩饰的。就很真情实感的，因为得知自己有一个浴室很开心，然后当就觉得如果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话，我觉得很有意义，然后就希望能够去给他们贡献一份这样的力量。
是，对。柯宇刚刚讲到了说他在那个片子里面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因为条件的原因没有办法洗热水澡什么的，所以通过省水的方式也可以帮助到他们，我觉得他一定是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因为如果我们省一点水的话，帮助更多的小朋友，比如说通把这部分水的钱省下来，可以给他们捐赠很多可以洗到热水澡，可以让身体变得更健康的一种工具也好，或者说外在的条件也好，都很有意义。而且我观察到我离他很近，柯宇刚刚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其实眼睛是湿润的，就是我其实真的很想替能够帮到每一个人的他们说谢谢。谢谢柯宇。没事，谢谢谢谢。柯宇说的太好了，刚刚给大家直观的展示，如果用我们飘柔免洗护发素可以省下那么多的水，其实不仅仅是飘柔的公益事业，同时也是给地球环保出了一份力。那你有没有什么省水的妙招？其实有，就是以前还专门就是去研究过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如说有时候淘米用的水是，然后煮面条用过的水是的，或者是用来洗碗洗筷之后的水，就是养鱼不是也要换水吗？平时鱼缸什么的，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水，一个是我们可以拿来浇花，是也可以有时候用来就是冲厕所，就反正很多，就之前就专门去看过这些生活里面省水的小妙招嘛。 对，然后各种吧，就是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之前包括也是有看过一些资料，就是说这种小小的举动会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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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到很大的一个整个循环系统，然后也会就是慢慢的，其实看上去很微小的一个举动也会帮助到大自然，帮助到就是整个环境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的。但是你真的是一个内心纯良的好男孩，也会关注到这些生活当中省水的技巧，所以可以刚刚把他省水的一些小经验传授给了大家，真的是我们的省水小能手。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一定要和柯宇一起当省水小能手，去保护我们的地球和环境，一起行动起来吧。那在我们直播间购买飘柔免洗护发素，不仅可以轻松变美，还能省水，和 Into One 周可以一起来做公益哦。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每个人出一份力，在柯宇的号召下，我们大家做省水的那个小能手的话，每个人出一份力，真的就可以帮助到很多人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那最近在直播的时候，直播间有粉丝提到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除了今天看到柯宇的那个生图之外，哇，整个人兴趣爆满，其他的时间都觉得很烦躁。就想问一下，但是柯宇又不能天天出来给大家拍生图，就想问一下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粉丝朋友们，让他们提起兴趣呢？因为你看你活得多积极啊，我就很想知道怎么又会有这样就是外在条件优越又有才华还活得很积极的人，你怎么想的？真的吗？我就是很 nice 的跟你交流。其实我也有过就是这种，就是大家说的这种打不起精神，包括到夏天这类这种烦恼，但是我的确有了解到香味是可以帮助你缓解这些心情包括情绪的，它是有这种作用。我们今天来到了飘柔海岛呢，在这座海岛上有属于这座岛独特的香气，想不想感受一下？好呀。你喜欢闻香的味道对不对？对。好的，我们来感受一下。但是在感受之前呢，为了更有挑战一点，我们准备了其他的香气来干扰柯宇，想让柯宇闭眼闻香，就是闭上眼睛之后看看能不能猜中哪个香气是我们飘柔海岛的独特香气。而且我自己在彩排这个环节的时候我超开心，因为我觉得它是大家截屏和录屏的好时机。哦，你可以看到一张巨帅的脸闭上眼睛在闻香气。第一个需要戴什么眼罩之类的吗？你闭上眼吧，因为戴眼罩的话我会觉得会掩饰住你帅气的感觉，你直接闭上眼就可以了。okay. 你这样的话大家会截到你的手，就会变成夸你的手。我想让大家夸那个睡美王子。来，第一个工作人员为我们上了三种香哦。第一个香你闻闻然后猜猜是什么，我给你拿过来。你好像在试毒一样。咖啡吗？这不是咖啡。是咖啡吗？是咖啡，是咖啡。哎，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看，就把咖啡放到了一个精致的小瓶子里。哦，所以刚才是喷出来了吗？对。OK 谢谢。看看人家闻的时候舌着点就是那样的感觉。来第二个，闭眼这个好，这个好。我非常喜欢这个，你衣服也很搭。跟我衣服很搭。来了。哇，这个要截屏。没有味道啊。
没有味道，我放近一点。没有味道，我不喜欢放近一点。哦，没有，你别担心，不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但是不是活的。哦，是花，对，玫瑰吧？你来看一下，你自己拿着闻一下吧。啊，哇，快点截屏哎！刚才那个画面绝了，还这是鲜花的味道。不过你好实在。他是很认真在闻，但是为什么我们闻的，他就是，但是看起来很好看。然后第三个，闭上眼睛。好，第三个，来闻一下。到了。嗯？什么味道？这个比刚才那个花香。是。这应该是飘柔的洗发水吧？耶！来解锁一下。是吧？这是咱们飘柔甜美花样洗发水啊，闻起来就是那种甜甜的味道。对，然后这个香氛系列呢，不止它，还有另外一个系列。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系列呢是这个，就这个系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就是两个不一样，但是呢都非常非常香。哎，那个在哪里？对，反正就是这一款。然后这个香氛系列很香，大家看得出来柯宇对香味真的就是有自己的研究和敏感度。飘柔的香氛系列呢一共就两款，一个是甜美花样洗发水，一个是海滩曼舞洗发水。这两款洗发水现在都在我们左下方的购物袋里，可以去get它，然后还可以就攒我们的积水值，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解锁上海和北京的大屏幕了。那我想问一下，是怎么猜出飘柔的甜美花样洗发水的呢？因为刚才闻到有一开始突然拿过来的时候突然香了一下，然后我就了一下，对，就是因为之前两个气味都要就是更明显，是有更明显的香味，然后我就觉得哎，甜甜的，有一股那个水果味道，是，但是又掺一点那个花香。嗯，就刚闻完玫瑰花，对，反正当时整个人闻起来就感觉很心情舒畅。 对，然后就猜到应该是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对，所以就猜了飘柔的洗发水。对，是因为我们飘柔的这款洗发水呢，它和香水一样是分为前中后调的，比如说香水分为前中后调嘛，然后它的前调和中调呢是柯宇刚刚说的甜美果香和茉莉的那种浪漫的香味，然后呢后调呢是那种淡淡的木香，等到一整天结束的最后呢，这个味道就会慢慢散发出来，尤其是晚餐的时候，这种木香散发出来就会让人觉得很有气质，这就是属于飘柔海岛的独特香气。就比如说你工作一天，如果说正好那一天都可以让粉丝去跟你近距离见面的话，粉丝闻到一天的柯宇都是不一样的香味。而且它里面呢还有2倍的意大利香氛精油，在滋润秀发的同时呢让秀发24小时带香，而且还是大牌香水的同款香，用完之后一整天头发都是持久留香的，这样的味道让你闻起来如什么样的感觉？感觉很有画面感，很有画面感，对，很有氛围感。就是香味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会给人一种真的会有很强的画面感，就包括回忆，就可能就是很多味道，它会能让你联想到很多东西。刚才闭上眼睛闻那个，感觉有点像在花园的感觉，在花园的一个感觉。对对对，你天生就是吃这行饭的，因为你就是有这个艺术敏感度。你看香味都能在脑海中形成画面感，尤其是像现在夏天，比如说女孩子出去聚会，或者是男生和女生就是出去聚会吃饭的时候，头发香香真的很加分。在夏天的话，有了它，你走到哪里都是香香的，这就是女孩子的留香小心机。而且用完秀发还超级柔顺，简直就是女神和男神本人。这款飘柔甜美花样洗发水就在我们购物车的70号链接。今天柯宇来了，我们也给到超优惠的价格，优惠价2套50%，就是第二套0元免费送。哇！机制版给大家看一下，它不单单是洗发水和护发素，它里面还再送旅行装2个，就可以比如说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带上它。第二套0元免费送，今天下单就送2只小样，也就是说79元到手4瓶正装加4个小样，这么超值！快，70号链接，搞得我都有点想买。一会儿送你。今天我们的点赞数也达到了一开始给大家设定的点赞，所有的粉丝都很热情，谢谢你们。所以要给大家解锁第三个福利喽。第三个福利呢，就是我们想通过一个快问快答的小游戏来考验一下你的反应力。好，敢不敢接受我们的挑战？敢。快问快答不难，对不对？但是我们增加了挑战系数，需要来，我们先移步这边。哦。我们有一个超级刺激的一个迷宫。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我会玩这个。
对，你们说不站是这样的，他要用手握着这个手环，然后穿过这个迷宫，如果碰到的话呢，迷宫就会震动，然后呢只要能成功的在设定的时间内到达终点，接触到这个小按钮的话就算挑战成功了。然后你一边挑战，我一边来给你快问快答，好不好？好，来准备好。 OK， 等一下我先给你设定时间，稍等稍等。欢迎挑战三四，好， okay. 来 OK 了，然后接下来给你多几次机会，然后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开始。好，我来问问题了。请问第一个，火鸡面还是煎饼果子？小心小心，火鸡面还是煎饼果子？火鸡面。好，第二个问题，飘柔最近推出的免洗护发素使用步骤有哪几步？那个先洗，再擦，再用，再擦吹干。耶、yeah, ！第三题，免洗护发素有什么特点？免洗护发素免洗。对，省时省力又省水，对不对？对。第四题，平时如果你一个人在家的话呢，是喜欢看电视剧还是电影？喜欢看都喜欢电视剧吧。好，下一个问题，周柯宇的眼睛和周柯宇的腿，你更自豪自己长了哪个？都，哎呦，都一般。没有，还小心。好，还都一般。下一个，如果向粉丝推荐一款护发用品，你会推荐哪一款？飘柔的免洗护发素。好，最后一点点了，你弄完了，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用10、5、10、7秒，做得好。哎，你是喂，挑战成功！你生日是517，你用时是57秒，你看，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恭喜柯宇为大家解锁这个福利成功，就像我们飘柔来平时我俩其实跪在那儿，就像我们飘柔轻松变美的柔顺产品一样，一顺到底。最后一题是，你今年有什么小愿望呢？今年小愿望吗？希望能开演唱会。希望能开演唱会，对不对？嗯，那我们也期待一下什么时候哦，那个时间段，好，期待一下。好了，到时候第一时间再社交平台告诉所有的粉丝和喜欢你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好，让我们到现场去为你打 call。那刚刚我们看柯宇玩游戏的时候一直在说，这款飘柔免洗护发素是我们今天隆重推出的省时省力省水的护发神器。粉丝们要听好了，只要购买我们购物袋最上方的飘柔免洗护发素180克乘以两件一套，就能积攒一滴省水值。购买飘柔无硅油微米净澈飘柔甜美花样香氛也是能够积攒省水值的。购买飘柔免洗护发素所积累的省水值，积攒满12517就可以点亮南京东路第一百货的大屏幕。购买三款飘柔产品共同积累的省水值，积攒满22517就可以点亮北京君泰百货的大屏。然后这两块大屏都非常巨大，大家解锁之后在一星期都可以看到飘柔和柯宇非常棒的视频片，然后呢就可以向更多的人介绍人间宝藏周柯宇。所以刚刚我们玩游戏的期间，直播间的人数呢也已经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数值了。现在呢就给大家发福利，这个福利也是抽取三位粉丝送上 Into One 周柯宇签字盲盒一个，盲盒当中有可能是签名产品、签名衣服、签名帆布袋。那口令是夏日一起来，公益的益，和柯宇一起省水做公益吧。夏日一起来，夏日一起来。 OK， 看画面还是在你刚刚玩游戏的时候，你这样都像坐着，他腿长到跪在地上，他都像坐着。来，你来倒计时，我来解锁。好，三二一，来，前三位，第一个叫 R A C H E L L 1216，第二个叫 K I W I K I W I 100 ，Kiwi， 你知道 Kiwi 什么意思吗 ？Kiwi 什么意思？猕猴桃。哦，是吗？啊。哇，你好有文化。不是，因为我那个，算了，没事。反正是一个我们都喜欢的水果。对。然后第三个是猪猪兔猪兔，恭喜以上三位粉丝分别获得的是 Into One 周柯宇的签名盲盒一个。啊，恭喜你，恭喜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导演告诉我们，我们的省水值累积活动呢会持续到大屏被点亮，所以请大家多多点击左下方购物袋哦。我刚刚一直在说，今晚的直播当中，你看摇花手，每购买我们购物袋最上方三款飘柔免洗护发素、飘柔无硅油微米净扣还有飘柔甜美花样香氛当中任意一款，就会积攒一滴省水值。其中购买飘柔免洗护发素所积累的省水值，积攒满12517。只爱周柯宇，
就会点亮上海大屏，在6月17号到6月23号，上海南京东路第100货的大屏上惊喜亮相一周 ，Into One 周柯宇和飘柔的品牌宣传视频。另外呢，购买3款飘柔产品，共同积累的省水值，积攒满22517，就可以点亮北京的大屏。在6月17号到6月23号，北京君泰百货的大屏上惊喜亮相一周 ，Into One 周柯宇和飘柔的品牌视频啦。那到底积攒省水值的状况如何呢？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和粉丝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飘柔的官方哦。17号的0点，我们将会把结果给大家公开，也就是说，在17号0点之前购买飘柔产品所积攒的省水值呢，就可以点亮我们的2块大屏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加油。所以大家多多加油哈！我们导演跟我说现在粉丝太热情了，所以不用提17号，就是大家可以帮柯宇点亮我们的大屏就 OK，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去这两个地方逛啊。对，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期待一下，我再去逛的时候看见，哦，我会向所有人拿个喇叭对南京东路所有人，看见了吗？这是周柯宇，都快给我 follow 他，关注他。谢谢。好啦，那今天直播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先代表粉丝们说一下，就是我。因为也一直和咱们飘柔合作嘛，然后是第一次和柯宇合作，就是又面对面。今天正好他因为生图又上了热搜，但是我真的跟你们讲，他那个生图，我原本以为生图会比如说会怎么样去修一下，或者没有，他真人就长这样，就是皮肤、头发、身高、腿这个不说了，谢谢，还有手，甚至连手长都是很完美，还有就是舞蹈的律动感都很完美，所以也期待未来柯宇可以和飘柔继续携手去多做公益事业，然后多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对，然后同时呢也一起携手更好更长久的陪伴和走下去。那也同时我也替粉丝说一声，也希望那个柯宇未来可以忙的时候多多照顾好自己嘛。多休息啊，多吃水果，就像你置顶的第一条。对，健康最重要，健康快乐。对，对。然后今天呢有很多粉丝都来看咱们这场直播，然后有很多的粉丝呢也对我们这场直播寄予了厚望。同时呢我还要再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积攒省水值的活动呢价格会一直持续到20号，所以可以 get into one 周柯宇的同款呢，去帮助他点亮省水值。在6月17号到6月23号，我们期待一下北京的大屏幕上和上海的南京东路的大屏幕上会不会出现柯宇和咱们飘柔的视频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当然有很多粉丝来了嘛，有看今天下午活动的，然后也有看这直播的，然后我就在想，你要不要给大家讲两句？因为毕竟那么多人都喜欢你，不同的年龄段，甚至是有的全家人都会喜欢你。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的原因千差万别，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在每一个岗位都会有一个周柯宇，为什么呢？他看到你很积极很乐观，在努力的去追求梦想和过自己的人生，然后完了呢他可能也看到在他那个行业里也希望做成像你一样的感觉，所以你的存在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哇，谢谢，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今天这个就来飘柔这边和粉丝见面，也是我成团之后就第一次我自己正式的有一个所谓的就是见面会这样，是，然后看到很多自己线下的就是支持我的人来这边什么的，然后想跟大家说，首先对于今天跑来现场的粉丝朋友们说辛苦，辛苦你们，对，辛苦了呀。然后还有就是屏幕后面的大家，首先夏天，现在是夏天了吗？对。先现实一点说，就是要做好防晒，希望大家做好防晒。对对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别的交代，你们健康和快乐吧。对，希望大家注重健康快乐。对对，也希望柯宇在所有粉丝所有观众的陪伴下也可以一直健康快乐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一起去走花路。那同样呢我们也公布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省水值，然后呢免洗系列的省水值是1933，然后免洗香氛净油顺爽的省水值是9400，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然后20号之前我们都是相同的一个价格，所以多多积攒省水值，
在北京和上海的那个非常繁华的街头大屏上，让所有人都看到柯宇和飘柔一起携手吧。那同时呢，也谢谢 Into One 周柯宇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为咱们去忙这么多，谢谢。我们也给大家送了很多福利，也谢谢粉丝们一直陪伴着柯宇，陪伴着我们飘柔。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拜拜。下次见，拜拜。